我那个风吹蛋900多了，你咋想的？是不是上次说过要跳金门桥？900多呗，那玩意儿能咋的？你说另外开个频道能达到1000，你说之前是偶然的。没有，我说你得答上万，那达3万，你跳金门桥啊？一天的订阅量，那他妈我发一个视频我也能。你能了吗？别整个一天，那谁都能。谁的呢？你有吗？我是不想整啊，没时间整。滚犊子！看看这天。哎呀，你今看天看你总算穿是，的像乞丐一今样。天晴天吧，今天。我今天也出太阳了，晒被子了。一会儿，中广场就开始放鞭炮了。啥？一会儿烧烫啊，中广场开始放鞭炮了。不是今天，明天。你那边后天？什么时候回来？Don't look bright. 过节了，这几天有人给你红包吧？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，出什么事儿了还怎么，没一个人给红包。往年都已经最起码4、5个、5、6个，今年一个没有。就有一张礼品卡，两张礼品卡。礼品卡买什么？多少钱？几十块钱呗，谁给的？店铺，啊，店铺啊。啊，店铺怕你信件把它丢掉。这个店铺是每年都给礼品卡的，这是固定的。就到他店铺里买东西的，
不是，就在网上随便买。那你得要啊，你得问以前给过你的人要啊。以前有个固定每年都给的，但今年就没有了，不知道咋回事。你没有点 B 难不？对，今年可能生意不好还怎么？哼。哎，全世界生意都不好。新加坡那个，今年不是去年呢，生意是不好。新加坡免签了，知道吧？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便宜点的酒店住一晚上300-400块钱。相当于50美金。这是不是跟美国差不多了？比美国是便宜点。我说新加坡在网上找一下旅馆住宿，一个晚上差不多50美金，30-400块钱。哦，对，那跟美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旧金山那边找一晚上50块钱能找得到吧？找不到，好像最便宜，最便宜我也没看着那么便宜。到洛杉矶能找得到啊？那就不知道咋弄，想去新加坡。新加坡可不是你这样人去的，你得心里有点数才行。你心里得有点什么数呢？B number。笑个毛！你敢不敢去阿富汗？主要的，你资助吧？那肯定的。资助多少钱？5000。啊，5000，5000，